斯，也就是娜娜哒。阿拉斯。今天的主题也是蛮残忍的啦，就是明星要 PK 什么呢？谁最适合唱这些音乐剧名曲？没错，我们今天很残酷，就是多位的知名歌手，他们要一起同时唱一个一模一样的歌，然后我们要来选谁最好听。对，凭什么？对不对？对，我们到底凭什么？没有凭什么，凭我们爱音乐的心。我最近有一部电影，有一首很红的歌。对，他也要来改编成音乐剧，对不对？对。我梦见他在你铁达尼，张惠妹唱的《铁达尼》，梦见铁达尼，虽然是铁达尼号举行音乐剧的巡演呢。哎呦，哎，这个真的很经典哦。而且我先提醒大家，是真正在伦敦很流行、很厉害的十周年的限定巡回版，即将来台湾，100%的原本的演出的卡司要来到台湾演出。对，而且呢，重点是这个剧情跟电影上面的角度完全不一样。就是很多人其实真的很期待可以在国外直接看到这些原汁原味的百老汇或者是音乐剧，那很好看的。可是因为我们一趟去欧美，不管它是时间或者是金钱上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对，所以如果能够在台湾看到真实的，就是那个原班人马来台湾演出，那是非常赞的一件事情。对，而且就是有配中文字幕啊。你知道吗？在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一定要讲，我真的很气，因为我本身英文能力是非常的 bad。但是我觉得很多的音乐剧，我就觉得好像还是要去体验一下。所以我在国外就看了非常多的音乐剧，对，看完之后其实像 Wicked， 我基本上就是睡了。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上那 UDN 售票网来去看，然后购票这样子。对，好了，我们就要从这个话题延伸。其实很多的音乐剧名曲呢，很多的流行歌手都有唱过，可能是华人的，可能是西方的朋友。对，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我觉得很厉害，叫做《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先来听不是那边较量的版本，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华人演员里面，当初费翔他就是百老汇演员，没错，他都可以，对不对？他就是直接，我们先听他唱，我们先听他的版本。这不是费翔在唱哦，很帅。Sing for me， 为我唱。哦，费翔真的好帅哦。即便没在唱，我都在看他。那我们来听看有什么样的歌手也唱过这首歌，然后我们直接来 PK 好不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是 Karen 吗？ Karen 吗？他唱男 key 吧，我想。但是干嘛了？他也唱庾澄庆要唱的部分。庾澄庆吗？是庾澄庆。对，这也是庾澄庆哦，好可爱，好可爱哦，这超级星期天吧？对啊。殷正阳怎么那么帅？帅啊，帅！他那个很好，你看殷正阳的眼神，炙热，炙热。为我唱吧，天使。他在学泰隆·范斯。用眼睛，用眼睛，好漂亮，好好听哦！飞王菲，哦，这个刚刚是王菲，对，好夸张的吗？这个 key 很高，黄耀明吗？对，黄耀明，化浓妆的，小野猫的 Nico， 好厉害啊！我不知道他这么会唱，你说 Nico 对不对？对啊，因为你知道在小，因为小野猫很容易就是让人家想到就是性感。但是我一开始看到莫文蔚的时候，我以为他会用莫文蔚莫式唱腔唱那首歌，可以吗？我觉得这首歌的评分标准可以是，比如说最 match 的组合。哇塞，真的难选哎。哪一个组合？我觉得 Nico 有点。作弊耶，对，因为是个男生耶。我们先把 Nico 淘汰。好，对对对，华人的，华人的，对对对，好。Nico 那个太犯规了。如果是我的话，啊，我也都选不出来。四选一哦，四选一哦，观众你们可以选哦。对，来，一二三 ，Coco 赢这个。
我严格来讲，王菲的那个 key 真的比较还原这个歌曲的，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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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个 key 更嘹亮。但是对不对，林湛跟 Coco 组合在台上面真的是对对很吸睛哎。好，下一首呢，我觉得本身也是非常的好听，对，现在也非常多人在唱跟听，对不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像狮子王有演出音乐剧，而且狮子王的音乐其实非常的红，我们就来听一下原版跟真人版的迪士尼的 Elton John。好听哦，水友歌是不是也唱过？也有，就是在真人版的时候。对。The world for once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all its living things.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可是呢，因为这首歌其实也算是在华人圈，我觉得非常的红，因为很多的才华的歌手也有唱过，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厉害，厉害。哦，这首歌自弹自唱很有魅力，对啊。帅哦，谢霆锋，很久不见了，对不对？霆锋。好帅，我的天哪，好帅啊！少喝。我很怕拍着黄，对。表情，看表情。我跟你讲，他就是啊，不要，不能骂他，不能乱骂。那我相信刚刚的，譬如王力宏、谢霆锋、张韶涵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是真的比较战战兢兢。相对，对不对？对对对，比起来，比较。我觉得我们比赛先把西方人淘汰好不好？他们有点不公平。哎呀，他们就叫母语，他们可以诠释的。对啊，不要脸，乱骂的。所以现在有王力宏跟谢霆锋、张韶涵。其实我有 idea 了。好，一二三，王力宏。我选力宏，因为力宏是钢琴，对，然后张韶涵是纯吉他，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很纯粹，所以谢霆锋被淘汰了。我刚刚会聊到那么多的音乐剧呢，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唱的《梦见你》，东尼讲的音乐剧《铁达尼号》呢，伦敦十周年限定巡回版，就是在演出时间会在8月31号跟9月10号，没错。然后这个呢，很忠实呈现那些船上的角色们，对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是真的有去访问那些真实的家属家属的心情，因为有一些。其实有一些不是所有人都罹难，有一些人是真的可以回到家乡跟家人过生活，他们还是有还原一下当时的状态，因为电影终究会有一些改编的内容在里面。是是。可是呢，我觉得看音乐剧，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很容易很需要先做功课，尤其在他语言不熟悉的状况。我们常常在国外看音乐剧的时候，很多人说你尽量要先做功课，你比较能够投入在里面。那我觉得《铁达尼号》最棒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电影太红了，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它的那个状态、这个、是什么，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会更投入，而且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在。想起这样子的剧情的时候，你再看这样音乐剧，会有身历其境的感觉，甚至你有另外一种角度去认识《铁达尼号》整个故事。我会非常的期待耶！哎，下一个这个也是名曲，名曲，世界名曲。而且我觉得它中期红的原因就是苏珊大神这首《悲惨世界》的《I Dream the Dream》。关心你，好好哦。哭的感觉，对啊。
好听。我觉得这段剪辑呢，本身都可以先入围什么奥斯卡好了。就是他们每一个，你知道他们这样串起来，会看到不同的感受的 I dream the dream， 对，对不对？而且我们怎么办呢？我没料到日文版的这么好听，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一首好歌，不同的语言诠释就是对，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歌它就是可以这样子被翻成不同的语言。对，所以不要再说翻唱怎么样了。对呀、啊，对呀、啊。非常难呢、欸，因为关诗敏跟小胖是朋友，那我就不选你们喽。唯一把华人淘汰掉。你跟他们两个熟吗？还好，好好好，你就放心选。好，一二三，华人红美，对，紫薇大神，恭喜你被淘汰。我也是在华人红美跟艾美社会之间纠结。我刚刚还有一首歌是非常非常的红哦，就红模仿的歌，那还有两个版本非常的红，然后这两个版本有合体过，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哦，有合体过吗？关诗敏又在发疯。这原唱来了，真正的原唱来了啦！哇！但是因为其实大家可能，我们像我们后代这样的小朋友，会以为他们就是这些合体就是原唱，其实没有，最早其实 Patty， 对，对，他就是一个是音乐教母。到底谁要挑战呢？到底谁要来挑战 Lady Mama Land？ 超级无敌多人，因为这首歌真的太红了。我们来听一下各种不同的版本。来来来来来，九令九令啊，对对，他有出过那个英语翻唱版本。好可爱，来吧，来吧，好，要梁文音，对，我好爱哦！哇哇！他们好可爱！哇哦，好精彩啊！这段剪辑也可以进得去奥斯卡了，我觉得。这些版本其实很多都非常的有印象，像那个邓紫棋的版本，其实在歌手的时候，她唱的是《大雨恨》，也是蛮经典的。对，而且像梁文音的版本也是，那时候在选秀的时候，她一唱这个完全风靡耶，就对，那时候真的走红，两首歌就再度走。对对。可是我一定要给你偷听一个那个什么萧亚轩他们那一段唱的，我觉得非常的，我比较好奇，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唱法？是酷几没？我要听错吗？等一下，是 Kitch， 他字幕是 Kitch 耶，他是还是那个时候有代言。然后因为我跟你讲，不是只有 Elba 这样唱，因为他后面的 background 的和声他一直在唱，跟着 Gucci， 就是很多他们是有一种不同的，也许他们因为可能玩的节目现在看不到，对对对，他们有其他的想法也不一定，就比较好奇播给大家看。而且重点是呢，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邓紫棋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每次在比赛，然后那天他重感冒，然后呢，因为我觉得重感冒他真的很伟大，因为他最后还是硬要飙高音，我们来听听看。他最后结束。
已经有那个声音已经有嘶吼了，对对啊。因为他就是，我觉得这是歌手很卖力的地方。其实现场观众知道他没有把那句音唱得很完美，对。可你有没有发现他其实最后一句很爱这样唱？对，存在。对对对。我该如何存在？我要。他都会这样唱。对。你觉得这首歌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刚那么多首歌，这首歌的评判标准就是一定要很魅惑人心呢、啊。而且加上这首歌，我觉得在现场重点一定要可以让气氛带起来。对，对，你觉得天生 TFBOYS 要加入他们的比赛吗？因为我很只想选他们，我也是想选，因为他们连造型还原度都好高。就给他们好了，好了，就给他们。就是天生 TFBOYS。好了，就这样。那其实他们还有唱过 Bang Bang 啊，什么都非常的好。那就可以了，那就他们，那就他们了。以上这些呢，我们选出了很多歌手唱了同一首，譬如音乐剧的歌曲，我们自己也可以在下面投票，觉得哪个歌手你最喜欢，或者是有什么其他音乐剧的歌，你也觉得我们还没有讲到，你觉得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一下。I report this ship loaded and ready for sea. She is towering high, broad and grand, ship of dreams. Iceberg right ahead.真的很谢谢东尼奖音乐剧 Titanic 铁达尼号，也有邀请我们去看，所以我们现在还没看哦，但我们就推荐大家现在真的可以一起去看，在8月31号到9月10号这段时间都有演出，然后台北又是他们的亚洲的首场哦，真的，对，那很有意义耶，对啊，而且我觉得对台湾人最方便的地方真的就是全英语的演出，是原汁原味，他们用他们的就是语言讲之外呢，他前面会有中文字幕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让我们了解内容，所以这个经典的铁达尼号故事，相信大家功课都做得很足了，就直接进买票进剧场，一起来支持这个音乐剧。那如果更多讯息呢，都可以看我们的影片的说明栏，都有连结咯。今天的大师就这样子咯，那你们还想看我们搭什么主题呢？就非常欢迎大家留言，再见咯，拜拜。And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m